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有一个世界名净琉璃，那这个净琉璃世界也就是药师如来的净土。那这个世界是以琉璃为地，或是说这个世界以及教主就是药师如来本身都是清净如琉璃，所以有此称。那在经典其他经典有解释，这个琉璃它是一种青色的，那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同化作用。同化作用就是你只要靠近这个琉璃的地方，它所有一切物质都会被它同化成琉璃色，而且是清净的。那这也是佛它的功用之一，只要我们亲近佛菩萨，我们就会被他的清净所有同化，那我们的清净心也能现前。那这下面呢就在讲佛的十号，这佛的十号跟世尊的十号是不是一致？诸佛都是一样具足了这样十大名号，就是十种通号圆满的功德。那有的经典讲事实上算起来是十一号，就是一种是有的是连结起来佛世尊连在一起。那这部经典它用佛薄伽梵，那以前我们知道薄伽梵也就是世尊的意思。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页，简单的了解佛的十号具足什么样的功德。第一，如来。那如来音译多陀阿伽陀，讲的是乘如实之道而来，而成正觉之意。口语化来讲，就是本着真实的道理、正确的修行生活模式而来示现给我们看，圆满成就最高无上的觉悟。那我们当然是带着业障而来，那这个是如来，如就是讲清净的真如。所以呢，佛菩萨直接讲佛，他本着真实的道理、正确的修行。那我们是本着业障跟习气，所以我们要改啊。应供音译阿罗汉，意思是指应受人天之供养，三界尊嘛，三界之导师，当然值得所有一切的供养。第三，正辩之。正辩之音译是三藐三佛陀，能正辩了知一切之法，所有一切都明白都清楚，而且没有烦恼。正辩之一定要加上他没有烦恼。有的人他你可能学识这个各方面都很好，那说什么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啊，那所有一切都很清楚，时空啊什么理论都很清楚，但不是真正的正辩知，那只是理解性知识上面的正辩知。那佛的正辩知还包括我们无形的因缘果，跟我们众生起心动念之间行为举止的变化，那我们心中的这个万法意识里面的东西，那佛呢在这里面清清净净的能了解所有的一切结构，而且没有烦恼，这才是他具足的功德。明行足讲的是佛呢具足天眼、宿命跟漏尽三明，即身口之行业悉圆满具足，也就是都无缺漏，都没有缺漏。第五，善事，乃以一切智为大车，行八正道而入涅槃，也就是在所有里面呢都是圆满完整的，那最后入涅槃。善事不会像我们呢流感啦、休克啦那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而不幸或是说寿终正寝，可能是心脏麻痹的寿终正寝，不会像佛一样一切皆具足皆圆满，那入灭了要涅槃了，交代得很清楚。那甚至于弟子
例子这个摩诃迦摄回来到佛世尊身边的时候，佛还把这个佛祖传承嘛，还让这个大迦摄能够感受到佛对他的期待。这上面呢当然就是善事，所谓行八正道而入涅槃，也就是实践正确无误的八种正生活，正确的生活准则。那哪八种呢？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也就是生命的所有一切都在完全无错谬当中，那这个就是佛圆满具足。世间解，世间解了知众生非众生两种世间，故知世间灭即出世间之道。这个当然在讲世间出世间，众生非众生，众生讲的是有情众生，非众生讲的是无情的这些。那这些呢世尊都能够了然，完全没有错谬。那世间的因缘果生灭生灭法，跟出世间的无生灭的毕竟的离体，这个是世尊觉悟，就是觉悟这个。那我们总是靠着世尊给我们的办法，好好的来发现，好好的来体证，观察世间的生灭而不执着，然后能够发现真正了解佛性的常住，一切它背后的道理是无生灭的。所以我们要借由法门来了解。第七叫无上士，这是佛的第七个尊号。如诸法中涅槃无上，在一切众生中佛亦无上，这不用解释。第八调御丈夫，佛大慈大智，时或软美语，时或悲切语、杂语等，以种种方便调御修行者，也就是大丈夫，时往涅槃。这个地方啊，这是佛所展现的大慈大悲跟大智大慧，他用各种方便善巧让众生能够相应而来调伏。佛自己一定是调伏的，那帮助我们来调伏我们自己。那众生也要有因啊，有的众生呢，如果你抗拒心，你在抗拒的状态之下，你不愿意接受，那佛调伏是佛的事，不调伏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啊。所以我们生命要知道自己的可塑，就要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个城池啊，那个城墙啊。有的人就是惊到啊，你讲啥我不爱听，不爱听，不爱听，哦，我不爱和你买手机，我不爱和你洗脑。有的人他会这样抗拒，其实生命是一定要接受一些新的讯息。那每个人他如何健康的光明的有智慧理性的去接受这些讯息，那如何你可以检核它吗？你可以检核，你可以使用，你可以检核它，这就是一个生命奇迹的地方。人就是可以有这样无限的能力，你如何使用你最高的觉性，然后学习来调伏自己的这些烦恼。大家也可以学得很好啊，书读得好，读得高，那专业技术够，但是这些够呢，不一定有一个善良的人格，也不一定有一个平静的心啊。所以这个地方佛在讲的，它不是所谓职业，不是身份，不是人种，不是什么样的差别，而是在讲我们有这个佛性，那我们要如何来调御自己的烦恼，而成为这个真正的大丈夫。佛的第九个号叫天人师，天人师是示导众生何者应做，何者不应做，是善是不善，令彼等解脱烦恼，就是人天的导师啊。那众生应该什么样做而不做，到底愿不愿意，这个也是一样啊。有的人修行就是他到底怎么样是他的事啊，那我们管别人的事管太多啊，自己的事倒是放着不管，那有时候很颠倒。像做妈妈的都想管小孩，
就小孩长大的时候都觉得我妈妈也还不够好，做父亲的也一样都会有这样。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冷漠的什么事都不管，该管该做什么就该管该做，但自己的这个部分呢要全善，善根是一定要开发的，善根一定要开发。你对于逆境跟顺境都永远是一个善良的心念在看这些，善良的心念呢，让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生命你是没有敌人的，而你愿意输送，这就是一个回向心了，这是一种回向心。那你在这上面愿意输送是祝福的，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形态，那这种就是善。那如果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修行人他都懂得这个事的因缘果，它的背后是负面的，他会感受到痛苦的，那个叫不善。那如果他的最后的答案是趋向于宁静的圆满的，这叫善。修行人都知道会分辨，分辨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分别智，它是一个分别的智慧，它并不是分别见说哦，你这个人很坏心，哦，你这个人给你赞叹，它并不是拿这个东西来心中有一个天平在称。我们修行人有时候学错了，学了会批评人家，称人家的好，称人家的不好，那你应该去懂得他的这个是有后面的负担，就他有果报，他有负面的负担。我们知道对这件事情来讲是不善，可是我并不排斥这个人，我并不排斥这个人，而是我要尽量想办法让他知道何者该做不该做。但是我不是讨厌这个人，他非善类。那我们常常学佛学错了，就拿佛法的棒子，你这样不好，你应该要怎样，这样应该要怎样。其实你只是用善跟不善，而不是教他对跟不对。你只是指责他的对跟不对。然后你的心中已经放了善跟恶在里面，对立两个。那这个人就是跟你相应跟不相应。这不可能误开的嘛，因为你心中又有是非善恶概念的分别见嘛。不思善不思恶，你才能够当下做该做的圆满，可是你心中了无痕迹。所以佛呢，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那帮助众生卸脱烦恼，能够了解。那我们自己呢，不能在别人的所有一切里面就光找那个是非善恶，那最后变成阎罗王一个啊，是不是在那批判别人嘛，自己没办法修的。有的就只要违逆我的意思，我就一定要给你排拒，我就是这样抗拒你，来批判你，你一定要遵照我的意思。这种人活得真辛苦呢，这种人活得太辛苦了，那他就是梵天一样嘛，所有都是我的子民，就要听我的，只有我的理论是对的，你们要照我做的，照我说的。其实别人可以配合你，累的是你自己。对不对？所以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所有的一切没有绝对的是非，所以一切是他真实的，是世尊在教导的里面，他有善不善，是要让我们能够分辨，而来检核我们自己哦，来检核我们自己，看懂因缘果里面到底后面有没有负担，并不是拿这个来棒打别人善不善，这个方向要弄对，而且自己也要解脱，不是一个魔王，欸，我认为善就善，我认为不善就不善，啊，你们说什么，啊，我心中不听，我自在心里不想就好。你以为你的不想来生来世有果报，也是要自我承担，啊，因果自负，啊，在学佛的时候到末法的时候，我们是末法之初啦，不是末法之末啦，哦，我们还距离相法是很才刚退下来相法的时候，上次有讲啊，菩萨都在正法中哦。你看你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在修行？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每个人要知道，佛法不是拿来听一听的，佛法都是拿来真实的学着用啦。啊，这些真实学着用，那你的内心能够极静啊，很宁静，看得懂，能接受，那也能。自己要做对，别人做错的时候接受
希望找所有的机会给他，来帮助他发现他自己，这样啊。那第十佛号的第十个就叫佛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知见三世一切诸法。这个地方同学我们就要看了，我们真的能自觉吗？很多事情一刹那现前的时候，那个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那个时候是非善恶就出来了。真正能够回光返照，真的，我现在心中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不干净，我现在有一个气氛的味道，这个我有一个嗔怒，这个也是自觉哦。我们这是最粗糙的，先发现自己现在在干嘛，发现你现在的内涵是什么。我现在起心动念，我现在不服气，我现在贪，这个也是一种觉。但觉之后，你很快你指认自己这个错误的时候，你再放下，再放下的这是因缘果里面，我有一个意识，我有个欲望，我有一种欲望意识结构起来了一个期待心，所以我开始在追逐，我心外求法了，我在跑了，这个时候回来，回来看到自己，这个事情我该圆满，这一切什么样？所以这个上面把那个脏的东西、杂染的东西、杂染的东西看得明白，看得明白，这杂染的东西就没有了，你也不用排斥它，你也不用排斥它，你也不要特别去珍惜说，啊，还好，会不会对接的照，你就都跟着这个杂染的心念走，你也不用这样动作，你只要清楚，然后只要清楚这个不对，自然就会放下，然后对跟不对就不会对立，不会对立，智慧现前就自觉，智慧现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是自觉。那觉他呢，自己完成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发现他自己，一样啊，你一个没有持过戒的人，你要别人持戒，那持戒是什么味道你怎么会知道？你没有布施的人叫人都钱都拿出来，那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布施？你根本就不可能这样做。所以佛在很多经典里讲，你如果没有修过这个，你要教导他人，要说服别人这样去做，是无有是处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修行里面呢，为什么佛有这么大的正量，那能够说我们能接受，而且我们照着做，因为他完成，他真的做，他自觉之后去觉他，那觉跟行都圆满。觉他是属行啊，对不对？自觉是自己的这个部分，觉他是不是行的部分？所以菩萨道菩萨行嘛，行三田愿海，知见三世一切诸法，过去现在跟未来。学佛里面最难被自己说服的就是我有过去生过去世的那些造作，这些很大的负担啊。那你跟年轻人三十岁以下改工，你过去哦，过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他会怎么想？我是细节人，我做啥不好啊，我无太人帮会要他去承认我们累世有什么业报，说我今天会得这个病，我今天会有这样的家庭，我今天会碰到什么样的小人，这因为自己以前是小人，对不对？愿意承认吗？因缘果里面总是会希望有一个很可以原谅自己的地方，就是我这世代人运气较歹去拄着小人，这是第一次首遭，而不是我的环抱。所以很多人对于过去，我怎么样去肯定我的过去有那么多糟糕的地方，对于理性的现代人来讲，有时候他会打问号。佛法佛陀给你，他没有强迫你，他告诉你你过去种的因，现在的果，那你现在造的未来的果，那你愿意相信这是属过去我现在受的果，那你也心甘愿。你如果给他连结起来，我现在所造的，纵使我是第一次碰到这个小人，那未来也有果啊，以后我就变大人，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要不要计较，你不要计较，这因果实相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很难消化这一块，很难消化，过去真的这样吗？真的吗？我到底第几次碰到他？
对不对？会有这种难以消化的东西，甚至于对自己现在所做是果吗还是因，也很难去肯定说未来真的有这个果吗？那很多人现在眼前的好人没好报啊，坏人有善报啊，像这些其实慢慢你可以保留放在旁边慢慢检核，但是等到你修行达到某个程度，你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累生累劫所造诸恶业，或是那个因缘果会呈现，让你来了解啊，真的如此啊，那么对一切就不再怀疑啊，这因果的东西啊，当你愿意真的有一天你真的是知道这个是因缘果，那你就再也不会再叛逆了，要不然我们都会有个自我叛逆。第十一个名号叫世尊，有的是把佛世尊连在一起，即具备众德而为世人所尊重恭敬，这言辞很简单，所以这就是佛圆满成就的佛，不是释迦牟尼佛有十号，诸佛都一样，那这个药师如来也是一样的，这个药师如来在去东方去此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他所教的所有的办法，大家很适用哦，在娑婆世间的相法时间非常的适用，所以世尊就因为文殊菩萨就请而说。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丙二，丙二呢别称行果相，那最主要讲行愿，那开始哦，他讲哦。药师佛有十二大愿，世尊就开始讲曼殊师利，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发十二大愿，令诸有情所求皆得。这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在十二大愿里面的每一愿，药师佛十二大愿的特点就是要让所有的有情众生在他有不足残缺的地方都先得到满足，都能够改善得到满足，然后药师佛再借由方便善巧把你引入去向解脱之道，所以这就是很标准的菩萨道，很标准的菩萨行经，他不以正法的时候世尊所讲菩萨的六个德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不这样讲，他说你到相法的时候，这个药师如来他修行过程的十二大愿，他都是先给众生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先让你满足，这就是一个第一的接触点跟你衔接上了，之后善巧方便就是菩萨道咯，是不是？善巧方便带引你慢慢学佛，然后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最后一样能够发现契入你自己的佛性，继续走，继续再发愿，继续走你修行的路，直到你成佛。这个地方有讲到本行，成佛以前尚在菩萨位，也就是因位时候，这个菩萨的行基就是成佛之因，根本的行法。所以我们现在任何人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解行，这个行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行啊，只有解，那个是意识啊，那是一个概念，等一下就不见了，你来生来世就不见了。听经闻法，我们诵持经典，在座同学，我相信我们如果可以看得到过去的话，你我都一样啊，我们很多经典可能都不是只看一次两次，不是只读一次两次，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经典的一部经典里面有一两句受用，我们慢慢去行，我们改变我们自己，那可能啊，对诸佛菩萨的某一种指导原则某一愿，我也雷同的这样去做，这样去行菩萨道，有没有过？有，但我们还不够圆满，我们的方便善巧够不够？可能真的不够，到目前大家都知道嘛，自己家里人自己方便善巧够不够？不大够，对不对？那对于师兄师姐之间偶尔这个沟通困难，是不是方便善巧也不够？那所以我们好多好多修行它是
近未来际无量无边，有好多好多的层次，好多好多的现况，都是要不断不断不断的用佛法，不断不断用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我们生命的现况。那这个地方讲啊，当时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菩萨道时啊，这个菩萨道大家都很了解，菩萨之修行也就是修六度万恨，有讲六度万行，圆满自利利他，这里就不讲自觉觉他啦，他讲自利利他，为什么？因为他的觉还没有圆满嘛，他这里是发慈悲心，所以叫菩萨。所以发慈悲心要菩萨利他，是以众生的角度为考量，不是以自己的角度为考量。他因缘果看得不会很清楚，只是看到众生的需要，是不是用这样为考量，是不是利饶益众生的角度，那自利利他，那在自己呢也能够由此来证明自己的六个德目，修行的六个德目有没有圆满，有没有意愿这样做。所以菩萨道乃成佛之正因，成佛乃菩萨道之结果，欲成佛必先行菩萨道，这个是标准原则，没有商讨的余地，解行要合一。那你说我现在先来处理我精神层次的 OK 没问题，你可以先处理精神层次的，我的烦恼心啊，我的善恶念 啊，那我持咒啊，念佛啊，拜佛啊，礼佛啊，禅修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我先解决我的法身慧命问题，精神层次问题，我现在先把这个解行度化众生自利利他的这一块先放比重啦，比重先放的比较轻一点可以，我们每个人有他的能力跟次第性嘛，我先这样可以，然后最后我会不会去圆满，我会不会趁愿再来发愿然后行菩萨道，会不会？会会，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成佛。我们开始要先处理自己的清净法身，这上面呢它是属比较静态的，那慢慢的呢你还是会在所谓三界里，欲界、色界、无色界里一并都是要处理完毕才会 成佛的。那这个地方菩萨道指大乘佛教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教法，这个地方的教法一定要了解，它是有是实践之法，教法是在讲指导原则。那我们以要诸佛之所以会成佛，是不是他有行？对我们来讲，是不是给我们的教法？那我们纳受之后，解之后要行，所以对我们就实践之法。那这个地方呢，世尊就开始讲了，释迦牟尼佛要介绍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之后他要讲他十二大愿，第一大愿就开始讲佛的大愿，这是讲药师如来的大愿，悟二别成诸愿，那这个愿里面的第一生佛平等愿，第一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生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依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这个是这个地方是在讲说当时的药师如来，药师如来他在因地的时候，他说愿我来世得正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我本身的自身放射出清净的光明，而这个光明呢能够照耀无量无数无边的世界，这个光明它不是一个短短的五足光十足光，或是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亮度而已，它是本身的这个能够发射到所有的一切世界毫无障碍。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佛放光呢，那黑板上有补充资料，这个是在讲已成佛的世尊，这是补充成佛的世尊，他当时他就是特别的身光，我在看这个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佛菩萨都有光嘛，佛菩萨都有光，是不是他有一个圆光，那有一个背光，再看叫圆光、相光，
这个就叫生光，也就是背光，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固定的光，这是佛菩萨的发光，是自身发出来的光辉，称为光。那这个光呢，破除黑暗，彰显真理的作用。它出来的这个光啊，叫色光、声光、外光。对此而言，智慧具有照见事物真相之作用，所以称为光。所以它这个光是什么光？功德力、智慧光。其实人有没有光？每个人都有光。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红外线吗？多年前大家都不知道，啊，后来知道哦，那要找那个目标啊，对不对？那有那种红外线一照，远远就知道哦，有一个物体在移动。任何有暖，我们只要有暖度都有光。那暖度它是不是跟外界一直交流？那只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视力没有办法透彻。所以人呢，只要这个暖度是不是它就是有燃烧嘛？有温度就有燃烧的光，所以人是有光泽的啊。这个光呢，啊，并不是说啊，咱起码黄皮肤的叫黄光啊，黑皮肤的黑人叫黑光，白皮肤的叫白光啊。那我们比较吃香喽，因为诸佛都是金黄色的光，哎，那来捧金。然后金闪闪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佛差这嘞？对不对？所以这个光并不是在讲说我们色泽上面，而是它所发出来的这个是本身由修行所证得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如日一般呢？这个智慧如日一般照亮一切世界，让众生能够远离无明烦恼黑暗。这个是指内心世界所发出来的愿力，它本身你愿有多广，这个光就能走多远。因为诸佛菩萨他不是像我们这样色质一定要由这样结构而起来的，它可以分解，它可以变一切处。我们精神层次，每个人可以看自己精神世界，你的世界有多广，你的佛国有多宽多大。那在座我们几个人，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你现在眼睛闭起来，你心中那能够容纳什么东西？有的人啊，心中就放自己一个人而已啦。当然我们这个回光返照，这个在把这个攀缘的心收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可是你这个一个人的同时，你的生命里没有瓶颈，你没有对立，你所有的意愿都是畅通的，它本身是一致性的，就是你完全收纳之后，但是你有意愿可以随时随地变一切哦，帮助一切的众生，你内心可以容纳所有的众生，心包太虚了，量周沙。所以我们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内心世界，当你有这样的智慧，你有这样，为什么回向？为什么我们可以回向？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跟诸佛感应道交？因为我们的内心的宽广度跟诸佛一样，我们的洁净度跟菩萨、佛菩萨一样，自然我们所愿力要达到的、要做的，它自然就会放射出去。啊，这个我举个例，那但是有一个道场的例子，这有一个老禅师啊，北部的这个老禅师啊，他们这个道场就有点人众越来越多，就有点窄啊。这老禅师啊，就是看这个法堂太小啊，信众放不下啊，斋堂太窄啊，这个无处啊，疗房太少，无处安丹。就跟这个大这个僧众讲说，我们呢，啊，也没什么，我们也不攀缘呐，哈，也没什么大名气啦，啊，不过我们的道场果真是小了一点。那大家就跟师父讲说，师父，那这样好了啦，我们啊，就把我们师父您的愿跟我们的愿一起发射，让护法龙天诸佛菩萨都知道。
啊，知道了。那如果我们果真是能够弘扬正法，我们有这个愿力，护法龙天就会护了。于是呢，就来了个大悲法门呢，49天。啊，49天呢，就持大悲咒。然后大家哈，只是把愿力发扬出去哦，就大家共同的说，我们希望能够聚，让众生呢聚集，要听闻佛法，要学佛的人有一个比较妥善的空间，能够让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师父的愿力如此，我们愿意护持，大家一起来行菩萨道，就这样49天，就这样发射，发射，发射。啊，49天过完之后，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了。我有一个山，一座山啊，不是一个山啊，我有一座山啊。然后呢，我已经老了，那我在想说，我也不欠钱啊，也儿女也不继承这个啦。那山是有点小偏远，那我想说给哈这个有志之士、有德之士啊，能够做比较对社会大众有利的事情。然后呢，这几天啊，就是我在睡梦中啊，在睡梦中啊，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啊，好，某某市啊，他们在欠一块地呀。这一个声音这样频频的告诉我，那所以呢，我就去查看有没有这个事。哎，果真有，就你们呐，啊，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欠一块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愿力变一切，智慧的光芒变一切，你的内心世界无量无边的扩散到一切，无远佛界。所以我们在说光，为什么诸佛菩萨会放大光芒，六道群迷所有的众生都能看得到，而我们呢？暗淡无光，我们可能要借有好多的蜡烛跟好多的灯，来我们贴金一下，反射一下，油光油光。我们没有那样子的德恨，我们没有那样的愿力，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我们没有那样的愿心，内心世界呈现不出来。就尤其说我们人，有的人呢，你看他畏畏缩缩的，然后这种眼神呢，张头鼠目，都是在怀疑人家的。有的人他就一看呢，你就感觉到气宇非凡了，你就觉得庄严清净，不在于五官、眼睛、鼻子、嘴巴的美丑，都不是，也不在身高的高矮、肤色的怎么样，都不是，而是在他本身的这个法身上面，内心的清净跟智慧跟他的愿力，所以他呈现出来的就会让你这样震慑。它不是世间的东西，它并不是所谓世间的英俊或美丽，都不是。所以这就是法身。那由自己所呈现的光，这就是佛啊。由自己所呈现的这个光呢，洁亮无瑕疵，圆满庄严，所以他自然这个整身都是有光芒的，让众生一见到佛就摄受，刹那之间烦恼脱落，这样子。所以这个光要讲诸佛菩萨的常光，称为圆光。还有一种叫现起光，现起光就是神通光跟放光，就是为了现在的因缘之中要为众生说法。那现前呢？现前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佛就在某一处发光，那你相应这一道的众生，他自然就会往这个地方聚集而来，他自然就这样聚集而来。那这个地方给同学补充资料，补充资料在黑板上啊，放光啊，这在经典里有讲，佛有讲啊，佛用神通力来发放他的光明。那他的放光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相应这一道的众生，在各处发光的各处不一样。从下面往上，当然就是界别也是由下往上啊。
足底放光是利益地狱道众生，所以佛足底放光的时候，地狱道的众生，地狱门开，地狱的众生他就会感受到，这是一界一界的嘛，他就会感受到佛光普照，然后就会很专注的来聆听佛要说的东西是什么，或是他暂时的那种奔波恐惧，那种刀割啊，什么所有的一切的酷刑，暂时都会忘却。这个意识上面的暂时就这个烦恼的那种习那种感受暂时停摆，所以足底放光是利益地狱道众生，膝盖放光是畜生道众生。膝盖，因为众生畜生道都是四只脚的，当然有两只脚的啊，是不是都是背向日？是不是都是俯身的嘛？所以膝盖是畜生道，利益畜生道众生。小腹，这八道腰，对不对？小腹放光是为了利益恶鬼道众生。所以佛放光芒的时候，这个恶鬼道的众生，他的感受里面就是哦，食物遍一切处，然后有人要给我们送来暖暖的食物啊，或是什么样的饮料、饮水等等。所以恶鬼道众生就会相应而到，能够就是整个注意起来，肚脐就是修罗道，阿修罗道的众生，胸口放光呢，这是不是万字？佛是不是常有万字嘛？哈，胸口放光是为了利益人道的众生，就佛从这个胸口放光芒的时候，就是要说法给人道的众生听，因为人是这个心念，当然有的人说啊，那我们的心不在这里啊，我们的心念思考在这里。不管如何，这个是一个代表佛胸口放光是为了利益人道的众生，肩上放光，肩膀上放光是为了利益天道的众生，口里放光是为了利益小乘的根器的众生，为他说法。眉间有没有？眉间白毫相光，这个都很多大乘经典都讲眉间白毫相光。眉间白毫相光是为了利益大乘众生，大乘根器的众生。肉髻就是顶髻放光，顶髻放光是为了利益上乘根基的众生，或者是说他在召集大菩萨们，就是摩诃萨，召集摩诃萨来为他们说大法，说上上之法，或者是佛冠十方诸佛之顶，佛会彼此灌顶，这在楞严经里面有，楞严经的卷六第六跟圆通章里面，佛要开演法门的时候，那菩萨各个都在讲嘛，这个时候佛有互冠，所以是这个冠十方诸佛之顶，这是放光，这是给同学补充。那我们回到第一大愿，呢，这个药师如来啊，他当时的愿是说，我得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我自身就是发射这样的光，那这些光明呢，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那这些众生看到这个光，不是看到这个光他就成佛，看到这个光是怎么样？看到这个光，烦恼脱落，烦恼脱落之后，你就会不被自己现况中的一些杂染跟这个烦恼东西束缚着，所以你可能在清净当中去看到自己的佛性，然后知道比对我跟佛的差异，我跟佛的不同。这个时候佛呢放光之后，他就显而易见的用32大丈夫相，或是细微的隐于内的80种随行好，庄严自身，让这些众生，让这些有情呢，有情事的众生比对知道为什么佛是这么的圆满，然后我是如此的境况。那这个时候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如佛一般。当你清净心现前的时候，
隐藏在 内的无限的慈悲，隐藏在内的那个无限的智慧，它就会现前。那你会发现说，原来自己在自我的一些烦恼习气无明当中，让自己沦落至此。所以这个佛的生佛平等愿，他就希望说，我第一个用我的光芒让众生看到我，看到我之后，他会比对我愿意现我的应化身的32相80种好，让他们很明白的知道，然后愿意看到我的庄严，他也愿意庄严他自己。最后呢，这些众生都会了解，他们都可以跟我一样。当然，这个每一愿都要历时很长的过程。我们可不可能看到佛光？可能。我这个举一个例哈，有一个出家师父，这个师父还没出家之前，他真是经历过非常多坎坷的生病就是有药医到没药医啦齁。然后家里有很多问题呢，自己思想各方面的习气都很重。那到他的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因为一个因缘呢得到一部佛经，好像是普门品，那个师父据他所说，他得到这个普门品的时候，以前呢不是像现在哦，你进来推哈，这捷运品很多，以前是没有的，几十年前哦，他得到这个普门品哦，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那他就发起了一个愿心，发起个愿心说，哎，他如果可以好好修行，远离世间的这些东西，多好。于是他就工作之余哦，就开始拜佛，诵经就开始拜。开始拜的时候还没有发起说我要出家，他慢慢拜才了解说有看到出家人了，看到出家人，然后有皈依的，皈依的师父跟他说，孩子啊，你呀、要发心啊，你哦俗缘呢未了，是因为你的心啊。如果呢你自己愿意的话，何不发愿呢？世缘呢很薄啦，跟世间呢赚钱呢什么的，赚不钱就对啦。今天世缘比较薄，说有人赚不钱哦，你不要太难过。就是意思是说你的世缘比较薄，那另外也可以说你福报不足啦。当然，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所有的福慧两足尊呐、啊，他是除君呐、啊，是可以要当国王的王子，对不对？啊，那种是他不要的。那有的人是你没有世缘薄一点的话，你还在世间里啊，浮沉的很厉害。师父就跟他讲，孩子啊，你世缘很薄，免惊啊，就对了啦，不用在那里混了。然后他就慢慢的流泪，慢慢拜。啊，拜到他就想要出家了，他就想心中真的想要出家，他想说我能不能呢打包我自己的情感，打包我的行李呀、万缘放下，那我希望我能住到寺院去，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过程。就慢慢拜，然后拜到真的内心很清净，一心只想学佛，然后自己又觉得真的造作了很多很多的业障，然后慢慢拜，开始出现佛光。不是幻觉，据他自己所说，不是幻觉。他说佛光啊，两轮金黄色的佛光就开始绕，在他两侧开始绕，这佛光一直绕，不退哦。这佛光绕7日7夜，不退。他在这时候每天在这上面呢，真惭愧啊，真实的惭愧心。真实的发愿，后来真的因缘就能圆满了、因缘圆满，他就后来就出家。所以我们真的业障消除，这也是所谓的相应的、
像 佛在讲说我们众生业重嘛，那我们在业重的时候，当你深深的惭愧忏悔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感应，善的现象，那我们会知道业障消除。那这个业障消除，那出家的缘就浮现了，浮现。啊，所以有没有佛光？有。啊，有人呢，还这个还举个例，那这有一场法会啊，有一个女众，这个女众呢，她是深深的惭愧啊，可是她又这个觉性又蛮高的，也就是说她很容易契入那个佛法的清净的东西，她就慢慢的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念佛啊，忏悔啊，念佛忏悔。那这个念佛忏悔的时候，这个佛像啊，就像这样，就平面的，就像平面的。然后他这样念佛忏悔的时候，应该也不是所谓的嘛，就听言啊，还是说幻想，不是。他就这样慢慢礼拜礼拜礼拜，然后起来，眼泪真的掉下来啊，那个是深沉的。